获得本次联赛季军的俱乐部是深圳宇众俱乐部。有请陵水黎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局长邓佳佳女士为获奖俱乐部颁发奖牌。有请北京中体经济管理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业务总监李佩泽先生为获奖俱乐部颁发支票。获得本次联赛亚军的俱乐部是瑞昌羽球学院俱乐部。有请陵水黎族自治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范贤才先生为获奖俱乐部颁发奖牌。请李宁公司羽毛球事业部运动营销部经理陈志奔先生为获奖俱乐部颁发支票。
接下来获得2023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冠军的俱乐部是厦门特防俱乐部。有请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副厅长杨新立先生为获奖俱乐部颁发奖牌。有请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罗化女士为获奖俱乐部颁发支票。有请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张军先生为获奖俱乐部颁发冠军奖杯。再次恭喜获奖俱乐部。有请各位嘉宾上台与获奖运动员合影留念。
2023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颁奖仪式到此结束。感谢运动员给我们展现的优秀竞技精神，感谢所有裁判员以及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下次羽超联赛再见。